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森林。我在 Roblox 上面呢发现到一款热门的游戏，这款游戏呢还热门了非常久，但是呢我却没有来玩啊，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它到底是玩什么鬼的。它叫做 Cheese Escape 逃脱起司，起司逃脱。这个游戏的玩法呢就只是逃脱老鼠，应该是在起司中逃脱老鼠吧，一个蛮莫名其妙的游戏，人类逃脱老鼠啊哈。但是怎么样的呢，我们马上去玩玩看吧。 OK， 这个就是游戏画面，我们现在需要按这个打开。打开什么东西啊？哦哇哇哇哇哇哇，去要点24次才会打开哦。你们帮我点了，好，打开了。这边是我陷入起司里面了呢。这边是安全区，什么声音啊？好大的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啊，有起司哎！啊！有够大的，好可怕，好大个！帮我看一下，谢谢。好好，我们要快点去，我们要去收集起司是吧？躲着老鼠，然后偷老鼠的起司。啊哈！起司哦，要找九个起司，哦哦，找到两个了 ，not bad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只有一只而已，其实还好的。哎呀，你们快点被他追，现在你们去别位了，拜拜拜拜，过不来吗？耶、yeah! ，起司三个 ，nice。哦哦哦 ，Merry Christmas！ 哦哦哦，来第四个气势！哦哦，有绿色钥匙，拿到绿色钥匙了，那得爬上去耶！耶，终于找到出路了！呼 ，Hello， 这边怎么可能会有老鼠啊？哦，我这边是有气势 ！Yep，Well done， 还剩下四个，轻轻松松的啦！哦。哦，呼呦，哎呀！来，绿色，打开。哦，直接进来了。我去哪里了？干嘛？怎么了？啊？猜猜四个密码？2483吗？不是，2348，3842。哦哦耶耶耶！有点恐怖呢。Hello， 为什么有灯在这里的？哎、啊，耶、yeah, ，红色的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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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起司拿到了。哎、欸、，How are you？ 等下，我那个汽水没拿到，我怎么过去？为什么过不去啦？啊哈，红色的。呀，拿到木板了！拿到木板之后，我们要回去绿色的吧？哎，我又回来了！哎呦，耶！汽水 ，Oh yeah, I have a 汽水，汽水，汽水，耶！不好喝，走吧。嗯，就来了，哎，来到不一样的地方了，哦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哎。那边也有起司哎、欸，为什么刚刚捡到起司之后不是来这边的、啊？啊 ？OK， 我过来了，拿到起司。呀、yep ，哎，然后这个板子呢？哦，回来这里了。呀、yep ，耶！哈哈哈 ！Merry Christmas！ 等一下，我先不要下去先，好可怕、啊。他在哪里的？救命救命救命啊！蓝色钥匙是开哪里的？啊！救命啊！不要乱带路！我要自己走了，我不要跟你们了，跟你们好危险啊。我记得好像是在某一个楼梯那边的吧 ？Hello， 老鼠卡住了，你们怎么搞啊？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呀哎呀，我搞错了！啊啦啦啦啦啦！不要不要杀我！不要！这边可以上去的，我去睡这边的吧。
这边进去。啊哈，蓝色的，耶！哇嘞，耶 ！We did it！ 什么意思？30秒吗？哦，哎，你按了，哎，我要走，哎，等下我按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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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着线走，跟着线走，线去哪里了？线？这边开了，这边玻璃开了，耶！好嘞，9个 ，yes！ 隐藏门打开了，走，我们马上离开，离开这里，离开莫名的老鼠，莫名的好玩，哪一条了？这一条吧。啊哈 ，Let's go， 耶！这就是结局，你完成了游戏啊？你不解释一下这个老鼠怎么来的？我们怎么在这里的？然后，就这样离开了？老鼠为什么是大的？我们为什么在寝室里面的？你不解释一下吗？哦，我们出来了呢！哇哦，我们出来了！耶！为什么？哈？为什么我们会在寝室里面迷路，然后遇到老鼠的？没有解释的吗？然后这边又是去哪里的？你的朋友，你的朋友，你要喝一瓶汽水吗？哦，好喝的哦，我喝过的。啊！被踢出去了啦！嘿！但是别担心，它好像还有第二章节啊。第二章节是讲什么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吧，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故事在说什么吧。哦，哈，实验室门坏了，果然是实验室嘛。什么的？我们是要收集这个宝石吗？这个宝石就可以帮忙老鼠变回原本大小。哈？哈？说我们是要收集那个宝石？对了，这边是一个研究实验室，他们就研究放大起司吧，放大老鼠，然后就造成了这场危机。我们现在就要收集那宝石来拯救世界。OK， 来，收集那宝石。阻止这个起司继续暴动啊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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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命哦！救命哦！救命哦！啊！没有没有没有的是没有没有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要收集12个了。哎咻哎咻，这边可以上去。哎咻，哎呦，断桥！哎呦，掉下去会死吗？嘿嘿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拿到黄金钥匙，还有起司。OK。哎，什么东西刚刚红色的？我回来了。哦，又是没有桥的，好吧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黄色的，黄色的。OK， 拿到木板，我们再走多一次。走多一次一样的道路。哎，会掉下来！哎，吓死我！哦，耶，就是可以走过来这边了，可以去2楼了。哇，更上一层楼。Hello， 绿色门。哦，哈，回来一开始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先找到绿色的钥匙是吧？好嘞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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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捉不到我的啊！哎，但是这边还没有啊，要两个木板是吧？哦 ，OK， 再拿多一个。哦，原来这边是去没有地方的，这边是去绿色的门的。哒哒，就可以来这边了，拿绿色的了，又再回去一样地方。好耶，我来了。来这边的，哎咻，里面有什么呢？有叫爱叫。哦，哎，啊！你外面躲起来了！哇塞，等一下，不要，我不要，你不要杀了我，不要，走这边吧。保护保护！等下等下的，他吃了我啦！这是哪里呀？我们被送回来了。我已经有拼命跑的呢。啊，红色的啊，起司！哎呀，没得呀，没得呀，没得 ！Hello，
哎，这边还有一个没有收集到的。啊，我又回来了。你好啊，老鼠，是老鼠，是老鼠。啊！老鼠跑来这边了，安全区啦！关门起来，关门起来，抱歉。对不起，观众，对不起，你快点跑吧，对不起，好好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啊啦啦啊！对不起，我的猪，啊！哎，其实，哎，你跟着我，哎，钥匙，哎，哇！哎，我要死了！哇！啊，过不来，过不来！哎呦，来，快点拿，快点走，快点走啊！啊啊！不是我，都是他的错，都是观众的错！哦哦，骑士耶！哈哈，红色的耶，过来！你也在这里哦？等一下，我有不好的预感啊！哦，密码哈。17239，不是哎，12129734，啊哈，耶，猜对了，打到九个了，啊，老师，真讨厌你啊，哦，走了。啊啊，又再回来这里了，哇，又再送我回来这里。还有哪里没有开呢？几乎全部门被我开过了吧。这边上面的我也开过了啊，这边的。对呀，啊，你看桥都还有在。这边的我也进去过了，没什么的。哎咻。啊，对对对，被追了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没有逃离过啊。你等一下，我一定赢的。你死巨型老鼠。我可是忍者，忍者，忍者 ，OK， 耶，呼耶，呼呼，啊，还差两个。那么蓝色的钥匙是在哪里的呢？哈哈，关起来！哈哈，你再来呀、啊！哈哈，耶，拜拜拜拜。不是，我回来干嘛的？我要寻找 One Piece。蓝色的门呢？蓝色的钥匙到底在哪里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10 minutes later。啊哈！蓝色钥匙藏在这种地方哦。哦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你看，你看，蓝色钥匙，你看，骑车嘞，藏在这种地方。哦，终于找到蓝色钥匙了啊！啊，只有两个，应该是在这边的。如果我的猜测没错的话。蓝色钥匙，耶！我进来了，新妙处，你进来啊！区区老鼠，哎呀 ，Oh my god， 我才是那个老鼠吧？被骑士玩弄的老鼠。哎咻，哎咻，哎咻，啊！哎，哎，哦哦，我开了，我要跑回去哦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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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你啊！不要不要不要放弃我！不要，我是一只老鼠，我是一只老……这样也学比较快吧？终于开这边的玻璃了是吧？哦嗨，哦，这边是开什么的？是守这边吧？啊哈耶！好嘞，帅哥好嘞！啊啊哈！啊！打死给你！救我出去！啊！如果一个人玩就卡关了，不是吗？啊，对，可以去死哎！对对对！啊，对耶！我都忘记我可以去死了。起来啦！耶嘿！好，收集了12个 ，Let's go！ 剩下只有通关了。走走走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！我忘记那个门在哪里了。有谁知道那个门在哪里的啊？要怎么走呢？啊哈！不是这边啊哈耶呼嘞耶
告诉你进来呀、啊。又是按钮？哎，大电梯 ，Let's go！ 我做好了，我做好了。哎，哦，船长启动。哎，会掉下去，会掉下去，坐好来了，坐好来了，坐好了，会掉下去。船长啊，坐好来，不要闹啊，走 ，Let's go。Go go 耶、yeah! ！到底是真相如何的呢？哎、欸，我们没有进去呢。这个白光是骗人的吧？哎、欸，到处都起尸，不能拿了就起尸。哎、欸，又来个奇怪地方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回事？那道光，光！光明的世界，哒哒哒！哎，啊！哇哇！我从空气中炸出来了，这是空气炸锅的威力吗？啊，不是，啊？你要解释吗？时间，地点，什么意思？这是报道吗？起司实验。员工一号，你可以听到我吗？没有，我看到而已，我听不到。调度程序的连线发生问题。是的，我听到你，我会马上到达你的。注意，由于位置错误，系统已停用，请离开场所。嘿嘿，你打什么鬼啊？不要骂脏话，我告诉你啊！你这个什么臭骑士啊！你这个问号什么老鼠哦，骂脏话老鼠啊！我在说关于最后一个人员我们发送过去的森林哦，你在说关于这个人吗？是的，某些事情出现错误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个人逃离了轮回，并回到了我们的世界。哦，我逃脱了耶！所以这个问号是谁 ？The End 哈？等一下，我还是满头问号了。总之就是我们莫名其妙在一个地方醒来，那个地方呢，全部都是起尸，然后还有巨型老鼠追着我们，我们就收集到起尸，然后一直逃离，然后我们就穿越一道白光，回到现实世界了呀！ Yeah, 这个现实世界呢，在空气中爆炸，喷出起尸，还有我们也跟着喷出来了。然后那个幕后黑手说，我们逃离了轮回，并且来到现实世界了。哎。所以来现实世界对我们不好，他们想要把我困着，我可能什么犯人之类的吧。哇耶，我们成功逃脱起尸了，我们成功完成第二章节，但是到底发生什么鬼事情呢？我完全不知道啊，嘿，这就是在超热门的游戏吗？但是好玩啦，确实啦，耶。